集《智取圣蛮力》。哦，不错嘛！多谢，我要变成大饕餮的样子，打水漂会更帅。嘚瑟。嗯。嘿，我打不了水漂，没手。也对，但是我可以玩这个。这倒是挺轻松，能施法术当然谁都不怕了。没事儿，你再扔一次，看能不能比我扔得更远。好的。哈，看好了。这水平还真是差劲。嘿，你是谁啊？你在这儿干嘛？没看出来是自己人吗？我可是来帮迪尔的。我在五洲要道上长途跋涉，可是迪尔打水漂的水平实在是太……我在想是不是认错人了。你也是我的指引者吗？我是治疗师喵妹，从后土洲来的。我已经得出结论，没有我你们寸步难行。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靠谱。哼，说什么呢？我听力非常厉害，超能力也很厉害。比如，我能看清很多事情。是吗？我们也能看清东西。哼，你能这样吗？哦，真恶心！心怀妒忌的小猴子想要更强大，我能满足你。胡说，我很好，我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不需要你。啊！随你怎么说，天眼从不说谎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一个笨蛋。嘿，我是说在这魔镜里看到什么了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可恶，又有一个带路的人躲过了我的重重陷阱。那猫儿有点麻烦，他看起来好像比你聪明。没人比我更聪明，只是你的脑子像木瓜一样。是吗？像个多大的木瓜呀。得赶快行动，就你这个呆样，我得猴年马月才能抓到那只鹿啊。嘿嘿，走着瞧，看看到底谁呆。哎，大家好，这位新伙伴是谁呀？这是喵妹，治疗师，来自后土州，她是专门来教迪尔超能力的。太好了，欢迎你，就在这里常住吧，千万别客气。哎，别着急，爸爸，我有办法了。哟，真聪明。光靠蛮干是不行的，哼！啊，小心！好吧，少楼一时半会儿是完不成了，剩下的石头也不够用了。要不我们再去弄点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石头是从山谷那边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，我担心你们天黑直接回不来呀。我有夜视眼。哦。好吧，谢谢你自告奋勇带他们去，路上小心。哦，可那个体力活不是我的强项。可是保护迪尔是啊，走吧。我更适合当老师而不是当保镖。大家一起努力。要帮忙吗？不要。好吧。你没事吧，蓝宝？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。我这里有草药，我们接着搬剩下的石头吧。会有点疼哦。和我受到的打击相比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哦，谢谢。
白天一路向前，从不迷失方向。夜晚星明也亮，前进不可阻挡。嘿，这歌还真不错，哪儿学的？蓝宝编的。能教教我吗？小意思，蓝宝来教他。好的。白天一路向前，从不迷失方向。夜晚星明也亮，前进不可阻挡。还有什么来着？啊，什么呀？糟了，我忘词了。 嘿，我那个词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我们和刘家杯，觉得肚子空荡荡的，饿了。对，我需要来点吃的。小心！树杈被我拽断了。他怎么变得这么强壮？奇怪。 确实，天黑的好快。别担心，我能在黑暗里看见任何东西。你看到蓝宝了吗？他好像有点儿。兄弟，你这是要把坚果都砸成粉末吗？哎呦，嗯，碎末真好吃，还有豆沙的感觉呢。别砸了，蓝宝。 声音太大，会惊动王大明的。哦，他一直跟着我们，听起来他又能怎么样啊？快别胡说了！看，他就在那儿。把你叫出来！你不是说你什么都看得见吗？嘿，我也想玩。难道不要？来吧，来吧，跟我玩。我要抓的是大金箍。 给我下！蓝宝这样疯疯癫癫的，是不是跟你的草药有关系啊？也许是我用错药了吧。你把它变成了一个傻猴。是傻，但是很强壮啊。别开玩笑了，快去追！你这猴子，别缠着我！ 该我了！再这样会出大事，快把他俩分开！好像就要出大事了！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嘛？嘿，我在做什么？喵！ 谢谢，你们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一个人跟汪大明单挑呢？这可能是我的错。这种草药刚才让你变得强壮，现在失灵了。那就再来点儿。不行，其实我还不是个合格的治疗师，我应该早告诉你们。当时我只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。可是对我来说，诚实比任何超能力都重要。我现在知道了。你到底对这种草药了解多少呢？这个吗？ 我只知道，如果药量大的话，要需要永远不会失灵，但到底量要多大，我还真不知道。芥末需要我的帮助，我一定要冒这个险。你们的力量来源于你们的智慧，你们比任何人都聪明，相信自己，保留你们内心最真实的一面。其实你们两个都是这样的。好的，或许还有一个办法。哎呀！等一下，王大民，你看见？ 有点饿，吃点东西吧。什么？我从来不吃青菜。青菜还是要吃的，补充点维生素哦。有点像鸡肉啊！我讨厌吃鸡肉。我感到浑身自然。为什么要让它变得更加强壮？ 因为同时，他也会更加。现在你们傻傻的，只会更傻。
何况他本来就不机灵。我这又是在干什么？你会脱下自己的裤子，然后扭着屁股回家。啊，对呀。大大王不会喜欢这些花儿的。他这造型倒挺像个拳击手啊！我能想象他穿着这个打拳击的样子。我不光机灵，还超有想象力。可不是嘛。